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请大家关注由我们北京电视台文艺中心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基层文化巡礼系列片《百姓文化路》。过去啊，我们家是世代做空竹的。我呢，本人呢就生长的就在天桥出生的。空竹章这个由来呢，并不是谁给谁起的，是过去呢，他很多人呢，他不明白这个，就说你哎，你找去，想买空竹找那姓张的去，这么着一点一点的这么叫开了，成空竹章。04年呢，我们的空竹呢刚开始好转，但不是特别景气。有朋友给介绍说啊，到韩国那块儿是不是有发展？后来我就带了点空竹去了，他们也特别喜欢空竹，带那点空竹很快就没了。我走了以后，这个帮就是玩空竹的，他们知道我出国了，以为我就不再做空竹了呢。后来我们家存了点空竹，让他们一块儿的全都给抢走了。后来我爱人就赶快给我打电话说咱们家那空竹没了，这么着我要赶快我就回来，又开始做这个空竹。它是国家首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们传承人来说，就有义务把这个东西要发扬，要传承下去。首先就要从孩子这块儿，而且咱们空竹这块呢，它完全是手工制作的，对孩子这个动手动脑特别有好处。所以说我们一走进学校，就受到了孩子、老师、家长的特别的欢迎。这个空竹已经不光是咱们中国的，它已经走向世界了，好比说咱们去澳大利亚、悉尼、韩国，啊，美国，啊，这一些非洲国家，我们都去了，然后也都受到各国朋友的喜欢和欢迎。我们今年举办的是呢，这个世界邀请赛，这是第二届了，外国籍的运动员就有60多人，而且他们抖的水平也相当不错。咱们空竹有上千年的历史。我们在这个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呢给它重新开始创新了。在我们那个研发团队嘛，大伙儿的参与之下，我们制作了很多从材质上、从工艺上，给它都大胆的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像咱们根雕啊、雕刻呀、烫画啊、镶嵌啊，融入到空竹里头。然后从材质上，我们采取了很多好的。这个材质比如说像红木、紫檀、花梨、金丝楠这类高档的木材，然后给它做成各式各样的精美的空竹。现在的空竹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广一个抖着玩的概念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艺品，一种收藏品。